星级本土牛的料理，我们欢迎两位主厨，邱宝龙师傅跟米泽师傅。先从米泽师傅这边开始，他们这两位主厨会用的应该不同部位，部位不同。第一道叫什么？南洋风味牛腱响宴。南洋风味牛腱响宴。那一个会做汤，然后一个会做肉，就是有一道料理。好，加油。OK， 请看示范，来。对，那我这边先干烙我的香料。其实夏河西的厨艺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也是有了一个很好的启发哦。我是后来是很喜欢备料，因为我觉得备料蛮有趣的。备料好玩。但是切菜跟洗我很喜欢，所以中间就可以给别人用。一整根萝卜搭配的这个汤，汤是什么汤？这个只是一般的高汤而已。一般高汤。对对对对。然后我里面会加牛骨。要去熬出它的香气。你的高汤是选鸡高汤还是？这是先用鸡高汤，然后用牛。然后当然，如果有时间的话，是建议就是用我们的牛高汤是最好的。另外那边用洋葱也是切大段。对，洋葱，大块大块的，然后红葱头，红葱。哎，香料包，香料包加什么？香料包刚才里面有八角，然后还有小茴香、肉桂那些。肉桂。八角、茴香、肉桂，然后月桂叶这些。对，整个这一锅要多久会变成一个你想要的汤头？如果正常来讲，他们是熬一整天，没有停的半天呐、啊，至少半天呐、啊，香气才会够。小火上一直，但是时间有限，我已经做了半天。待会，对对对对，我有先事先有把它熬起来，要熬一天的，一定要时间。对，没错，姜毛的部分就帮我稍微切碎。末切末，姜末是？对，切末也可以。对，可以，很棒。多好的孩子。那我这边已经开始要准备第二道的东西，我先干炒椰子丝。那椰子丝，对，待会牛腱的部分，对不起，就是你今天为什么选择三种五根腱子，把它做那种牛杂汤概念？这个没有办法出国的时候看到这个就很兴奋。这个先帮我兴奋，应该不会有气氛多了。你是气氛是那个现场的氛围，还是生气的气氛？氛围。我们来看隔壁，来，请。直接打都可以。接下来这道料理的名称叫做手擀面包起司牛。你会把牛肉包到面包里面去吗？对。他做南洋的，你做川味的，很好啊。不是，你其他那是紫地瓜是吧？不是，紫色的马铃薯。哦，紫马铃薯。紫色的马铃薯，马色的。有。被带一天。好酷哦！马铃薯跟。这都是马铃薯，一个最右边是苹果吧？三种颜色的马铃薯，这个是马铃薯，都是马铃薯。都有腌的米酒、盐巴、胡椒。米酒、盐巴、胡椒，牛腩的部分。米酒、盐巴、胡椒。然后我这个待会把它做好之后，大概在这边要把它卤大概半个小时。牛腩可以煨的比较久，还是牛腱啊？腱子比较久。牛腩当然也可以煨比较久，但牛腩煨久的时候，它瘦的部分会太柴。会变柴。对，腱子的话比较耐熬。耐熬。上华，你揉的那个加什么？啊？你揉的那个加的面包？这个就是面粉，里面加了糖跟盐，因为宝宝师傅说加盐的话可以让面包提味，然后再加就是先揉了一阵子以后，再加发粉跟沙拉油，再继续揉。那你的二头肌都出来了。哦。好嘞，刚才放了蒜头、洋葱。其他的香气什么都进来，干辣椒那些要，现在要进来，一小碗，这么少干辣椒进去，我待会就要让它收了，收汁，要试吃吗？我之前你说的没看到吗？不是吧？还是拿这个，干辣椒，你手酸了吗？对对对，要试吃，对对对。我想问，我的工作应该还有包含试吃吧？哎，我觉得你帮我炒，我来揉好了，怎么这么快？哦，这样画面好看多了。像酸味的话，不用，例如说。爆香什么花椒或者是干辣椒爆，因为这个配面包不喜欢让你吃的太辣哦。你帮我加一点米酒，加三瓶盖。他吓一跳，三瓶。我随便。烧酒牛。火烧碎的。我们待会会试吃哦，吃这个马铃薯，然后配这个牛肉的高汤。这一碗什么高汤？什么高汤？鸡高汤。鸡高汤，大骨高汤都可以。OK。牛骨高汤也可以，对不对？要炖煮吗？还是？对，如果你有牛骨熬的高汤，那当然最好喽。好，这个越贵越帮我放进去。全下。对。那它要很长的时间。有试吃了。那我们米泽家有试吃了，我们到隔壁去了。好嘞，好不好？
向后转。哦，这是一个小这几个小时以后的长相，对吧？对。你的肉丸子有加什么东西吗？肉丸子里面我就是牛角肉，那我有另外再加虾仁，就增加它的鲜味。对对对，调味呢？调味的话我就不调味，因为汤口它胡椒什么都没有。对。汤口它本身就有它的味道，单纯调味只有用鱼露而已，鱼露去调它的味道就出来，这一定很好喝啊。然后等一下就是汤底加河粉，它里面有牛肉吗？牛肉汤。这经过好几个小时的炖煮，怎么样？这个汤一定很好喝，可以吧？哦，香，香，清甜，对，这就是没味道的。它没有到浓，但牛肉味道又出来。只加鱼露味，味道够吗？就咸鲜。是够的，鲜，然后这萝卜好嫩哦，没有这萝卜好，我这汤底蕴很好哦，可以续汤吗？不行不行不行，试吃啊，试吃怎么可以一直吃到饱啊？各位二厨可以回去忙，来吧，不要浪费，待会去了。加什么东西啊？这边的香料的部分有蒜头，然后红葱头，也有南姜跟香茅，比例上都差不多吗？红葱头是跟蒜头是二，然后其他2:1:1，蒜头红葱头都多。很难。那这边的香料的部分就有丁香、八角，然后小茴香、豆蔻跟肉桂。嗯，这个就是下去。丁香、八角，直接香料下去炒。因为它这一个其实它这一道菜来讲就是有点炖煮的概念。然后这边的话，这个是我自制的那个辣椒酱，很呛哎。他们当地也有做的很红。哦，对对对。辣。哦。那我不敢加太辣，我就是适中就好。你为什么不敢加太辣？哦。因为我怕大家关我，对啊，我们这组都喜欢吃辣，没关系。真的吗？对啊，我怕会让大家回答到那个试吃的时候。Bless you， 这道不适合你啊，真鲜。不会，我蛮适合的。对啊，我觉得可以。一小匙的那个孜然粉。孜然粉，对。那这边稍微煸香了之后，它都依附在所有的肉块上了。OK， 那这样香气出来之后，我就加少许的水，然后再加入椰浆。椰奶的部分是很厚。哇哦，哇，这样浓哦。哇，受够了啦！因为我们今天是用牛腱，至少要一个小时。好，我们待会见。我们待会见，来这边请。我们现在煮了半个小时，刚才的马铃薯我把它加一半下去，我们不勾芡，让它本身浓浓的。对，哦，它有自然的淀粉。对。用干贝纸，上完那个用保鲜膜。以前是因为新加坡它是用保鲜膜。哦，我们这里的部分就卤肉丝，大量的 cheese。哇哦！可以用双色 cheese 条吗？可以，可以。其实你也没有全部包进去啊，你可以马铃薯，也可以加块肉还是什么之类的。啊？加试吃的，试都可以加一块肉，对不对？啊、或者是炖过的那些。我是不反对了，其实我觉得你的有些建议还蛮人性化的。对。哦，像盖棉被一样。啊，只有要这里啊？对呀。只有要那里啊？牛肉盒子。哇，它真的好像韭菜盒。哦。哇哦。它等下就破掉。Oh my god！ 这个上方有个肚脐一样的牛肉盒子在这。哦。牛腩盒。220度18分钟哦。对，18到20。随便撒，大家撒撒。好，我们试吃嘞，好吃啊，这个马铃薯好吃，很嫩，嗯，其实真的蛮像紫地瓜的，很像，而且我觉得味道吃起来都一样，没办法，紫地瓜没有口感不同，嗯，味道当然一样啊，因为它调味料一样，怎么样，不好吃吧？那光是马铃薯三个不同的品种，它的口感就不同，有的比较黏，有的比较亮，哦，哎，这比较脆一点，好像白的比较甜，啊，白的比较甜，可是比较脆。这个呢，我们刚刚包好，我刚刚忘了说，你如果有些有发酵箱，有三可以调到35度到38度左右，当然让它自然发酵也可以。如果家里没有的话，你就放一杯35度C左右的水在那边。多久？放多久？半个小时。半个小时。对，大概肉差不多是7分，差不多，就是有嚼劲。有脚还带点嚼劲，但是烤完之后是辣呢，有会辣，有会辣，干辣椒跟朝天椒一小碗，对，还有蒜末，还有辣椒，新鲜辣椒，对吧？对，哎，陈你背得好熟哦。我们处境悲情，但是我们还是很上进。我懂，我懂。你跟刚刚介绍很多，可是你没有办法介绍口感跟味道，都没有关系，你们都差不多这样子吧。干嘛？这个谁没吃过的？米泽准备组装了，来，我这边请来。那我后面又加了绿色的这个部分是那个柠檬叶切碎，切丝，
刚才还有细丝的柠檬叶，对对对，刚才还有加那个椰子丝，炒过的那个椰子丝加进去。然后调味的部分的话，就是只有最后加一点点的鱼露，然后再椰糖，椰糖的部分。椰糖，洋葱是新鲜的洋葱啊？对，新鲜的洋葱，它因为它越南牛肉河粉的话，它的最后会放一些洋葱。通常他们在他们那边吃，他们桌上就会摆一大盘的生菜，然后豆芽菜都是生的，你要加什么你就自己加。豆芽菜也是生的。那一般它的人当牛肉，它是搭配是配姜黄饭。那我这边稍微改良一下，我就是用那个法国面包球，福利面包球，去把它做搭配。我是股东的，这我以前你去我店里，我就用这个面包，你忘了？我打怎么化成灰我都认识。你说面包烤焦的意思？你这么熟是吧？对话越来越浮夸。哇，这一块这个牛腱。其实这样子，你下次在家约朋友会一起想要煮这一道吗？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吧？可是这要炖一天，真的有一点久。但是你熬汤这件事是好玩的，熬小火就让他搞，在家里面能打扫干嘛就让他弄，别管。对，我觉得汤约晚餐早上就起来用，早上起来弄啊，一整天起来玩。而且去越南他们早餐也吃这个啊，然后很棒，而且有越南面包。对对对对对，大贵啊！你还可以刚才说，请你帮我加蛋，他就用猪油煎蛋然后放。对对对对对对，赞！哇，全校哇，这是哪一家店？是不是很烫？真的很烫。我没有看过河粉肉这么大块哦。对啊，好慢。一般都是生牛肉啦，就是又熟的又熟的又熟，对，就把它串烫。生的，然后又再切几片那个，就把它串烫熟。熟的部分它好像是用牛胸肉的。哦，一般我还会点说那个 extra meatball。有没有？加个牛肉丸，真的很大气。天哪，你认真。然后因为它另外一半还要放丸子的部分跟那个牛肚的部分。哇，你还有牛肚，还有牛。你这一碗牛，你这碗粉要不要3000啊？好像差不多哎。对啊，肉这么多。一天卖50碗就休息。大哥，我好想喝汤，大哥。汤的部分，不要去想，但你为什么现在想没有用啊？虚。卓文萱，你有点脸色苍白了。对吗？从刚才猜格猜输的时候就已经失去一切了。我们等着吃成品就是了。你怎么会这么想？从刚你拿到红球那一刻就失去一切了。虚。OK， 那完成。南洋风味的牛腱饺，谢谢。可以。邱宝良师傅的他要出炉喽。宝宝师傅，那那个面包也可以吃，对不对？当然，当然，就沾沾里面的酱。里面的酱啊。等下我们试试给你们看。这要是红色的，就像拜拜郎不贵。那会有汁流出来吗？因为里面要剪开才有烤鸡，里面要剪开，好像有的对。它有用那个烘焙纸，一条一条一条，它的那个筋。其实我们蛮少录第一场就吃这么饱啊，真的。然后现在要把它倒出来，是吧？怎么抽出来的？对，没有，我就是让路给它。好，对啊，就直接在里面了。哇，漂亮。哦，这样就不一样了，小心。对，要不然到观众那边，到客人那边，然后剪开里面是油脂，会客诉。对，它是一种含羞草的概念，关起来。可以关起来，胖大，我觉得它有可能是猪笼草。我是给大家看一下，捕蝇草，捕蝇草。哇，好，家属都看一下。可以，可以。手擀面包的起司牛丸。香，肉你吃了没？好饿啊！我好不能喝酸啊！嫩哦，这牛腱哦，切这大块，真的口感，咬起来真的很过瘾哎！几个小时，至少炖一个小时以上。这牛腱子真好吃，这个汤很厉害啊，真香！好大口啊！饱嘴满意。哇，牛筋，牛筋，哇！炖到牛筋都烂。河粉呢？哦，河粉是试吃。Sorry， 主料在这边，对，根本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那牛肉真的好好吃哦。对，嗯，很大块，而且很过瘾。面包了没有？还没。还有面包。哦，你们两个真的饿了哦。真的。我们都吃那个午茶。有暖胃的哈。哎，那个面包好脆的感觉。哦，很脆。很酥脆，那面包很酥脆。很 crispy。巴东牛肉。嗯。哦。
就是他们的巴东料理。很可以耶，里面味道好丰富哦，它那个椰丝味道浓郁，每一个你都吃得到，很开胃，好吃都翘脚了。刚刚那个豆浆，好吃，这个好吃，这好吃。你说两句吧。那巴东牛肉也好，或者是我喜欢它的牛腱，它切得厚厚的，它完全吃起来不会有那种牛的腥膻味啊，味道那么重。那有时候会吃出那个味道比较重，这完全不会。有些本土牛啊，本土豪啊，牛腱爽口，好好吃。本土牛，掌声鼓励。哇，谢谢。好不好？好好好不好？马铃薯配肉一起超好吃。那个面包怎么样？面包的味道。有上滑的手汗的味道吗？肉比较好吃。面包的部分是越嚼越香。哇。而且又加上它那个川味，其实不会很辣。肉软了没？软软，非常非常软。而且不出它的牛腱哦。哦，那烤的那时间有差，18分钟到20分钟有差。因为我刚刚吃的时候肉还是有一点对，应该在里面烤完还闷呐。闷对闷。哦。要等待它闷。嗯。而且它最后还可以吃到那种有起司的香气。哦，对，马铃薯你们有试吗？三种不同马铃薯，它其实加了不少哎，吃了一个而已，很入味。白的马铃薯最好吃，对，觉得它好好吃，掌声鼓励，然后谢谢。